萬軍中藏阿斗啊！藏阿斗，阿斗啊，阿斗啊！佢咧差唔多音嘅啫，阿斗係嘛 ？OK， 呢個 B B 仔嚟嘅喎，呢個不過第時係皇帝喎。咁又講緊趙子龍喺咁多嘅軍隊裏邊戰亂之中去揾翻佢嘅主母同埋阿斗嘅。咁呢個過程由邊位演繹啊？由我哋嘅蔡碧珍小姐同社長岑麗梅小姐，有請兩位，俾啲吸引吧，多啲掌聲。多謝，多謝大家。有請兩位，有請兩位。
风呼呼万岭冰封，星云十空中，千里来无止息的空，望穿碧落两难逢啊！啊！天朝路，天朝路，错人成翠浪。赞于半风正何来？人女细细手擦中，含泪愁泪几番怨天，恨嘈擦边涌细涌，燕窝天地哀鸿，人外人女未能觅得主母影踪，入新地踏野岸，勘察天地都不放松，杀尽那贼患，救万众保寒众，竭力探子母踪，报主恩浓。
动，倚门鸣啼听传颂，恍如黑夜惊霓虹。哗啦啦，催马波前将目中。山伯乃天我道，那是神山道之龙。媚夫人何在？惊心荡魄，半醒复半疯。拜谢苍穹，感天动，幸然渡过灾空。听得风心里若山走浪，今要我提议明白解灾空。托子龙保卫母子兵马中，纵然粉身和碎骨，护送一家再重逢把主呀母。天中道山河，若似苍生父子苦马空。
上方便踏遍山川野垄，千里护我未担心是主公，手龙剑将我防进攻，声劝涛阵阵叫声又似的春心野动。将血封，陈同无家贼人相从，如何渡江河龙穷？此后同父与子无缘，爱重将军有八面之失，抱阿斗飞马渡河，像公主共。细宝家到广东，急不中有妙计谋，解法背负气脱在空。有天主啊，无这个嘛？啊，再天主啊，无。请主啊，母真难难啊！通通通绝了团圆梦，倘若红尘从花落，上到天债迟了尽。
老